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四十集，敌袭。真假武灵锁，是怪兽，快逃命！胡什么？没看见猪猪侠在这儿吗？对，有这位超级英雄在，我们怕什么？快来看英雄打怪兽！快来看英雄打怪兽！既然大家这么捧场，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。我先看看这家伙是什么来路。啊，穿山怪，血居怪兽，擅长钻地打洞，以长蛇捕猎食物，并且全身覆盖飞甲，攻防兼备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嘛。小菜一碟，武灵威力变身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坏了坏了坏了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掉了呢？大家快跑啊！蜘蛛侠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都不忘记开玩笑，真是个有幽默感的英雄啊。救命啊，我变不了身了，你们快跑啊！蜘蛛侠快点快跑啊！精心养育了这么久的穿山怪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这回猪猪侠还不荣誉扫地？糟了，要转过来了！王子，快让他停下来吧！大家不要怕。我会把这只怪兽关进监狱的。哎呀，刚才突然被摔晕过去了，怪兽也不见了，武灵锁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呢？我怎么感觉不到它的能量了？真奇怪。骗子。哎呀。喂，猪猪侠，我现在没心情给你们签名。哼，谁稀罕你的签名啊？你是个骗子！哼，签名还给你。我们走。再也不要理这个假英雄了。你坐过的椅子我才不要呢。我不是假英雄，我不是假的。小猪猪，起来吧。猕猴老师，为什么我的武灵锁不灵了？我没法变身了。让我看看。
国是假的。什么？这是假的？嗯，肯定是被人调包了。早说了，不让你暴露秘密，你非不听。我也是被超人乔气糊涂了，才没忍住的。啊，一定是那个经纪人调的包，我去找他算账。嗯，他肯定不会承认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找回真正的武灵锁，还要靠你自己的感觉。要用心，用你的心去感受武灵锁的存在。我的心？努力去感受武灵锁内的能量，让它和你产生共鸣。卖棒棒糖喽！买一根棒棒糖，免费送一个武灵锁哦。不是吧？免费送武灵锁？你有武灵锁？我有好多呢，这种玩具装了电池就能闪闪发亮。这是谁做的？是玫瑰王国的一家玩具工厂。哎呀，真可恶，竟然山寨我的宝贝。武灵威力变身，变身。好了，快走吧，这个玩具很好玩呢。是吗？真好玩，真好玩啊。不用这么泛滥吧。王子殿下请放心，我已经把真的武灵锁和假的武灵锁混装在一起，猪猪侠肯定无法分辨哪个才是真的。怪兽逃走了，逃不掉的。怎么没反应？是不是遥控器没电了？是武灵锁，可是我的武灵锁就不能用了。哎呀，怪兽来了！糟了，这家伙进城了！只能变身才能制服怪兽，你快用心感受武灵锁的位置吧。感受！冰老师，我感受到你逃走了。全世界到处都是武灵锁，我去哪里找真的呀？我好像有感觉了，真正的武灵锁好像就在这附近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这个好像是真的。太好了，你已经和真正的武灵锁产生共鸣了。是，电池漏电啦！差点被电死啊！怎么了？嘘，这种感觉好熟悉呀！是这个，咪咕老师，我找到了。那就快戴上吧，怪兽又来了。武灵威力变身。我的能量又回来了，我还是维护世界安宁的英雄。
不准你破坏城市！幸好我带了备用电池。快看，那不是猪猪侠变身成的石甲熊吗？可恶，他竟然找到了真正的武灵锁。哼，那就再让他尝尝穿山怪的厉害。呀！束手就擒吧！哼，让他见识一下穿山怪的绝技！嘿，嘿。竟然钻地逃走！哇！哎呀，可恶！竟敢偷袭我！啊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不能太暴躁，如果心乱了更打不到他。我应该静下心来，通过地面的震动来判断穿山怪兽出现地面的时机。就是现在，蛮熊震怒。小猪猪你真棒啊。猪猪侠你好帅，我又开始崇拜你啦。低调低调点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可恶，猪猪侠，我们走着瞧。走。寻找减肥的猪猪